越嚼越香，这个香菜这么老了还不让他退休，还出来工作。There once was a ship that put to sea, and the name of the ship was the Billy O.T. The winds blew harder, bowed it down below, my bully boys blow. Soon may the wellermen come to bring us sugar and tea and rum. One day when the tonguing is done, we'll take. 来了，宝贝，欢迎进入休息时间，我是小太子。这个是第一家店铺买的，总共是24元。这个是路边推车买的，13元。我真的觉得炸香蕉好好吃啊。还不错。陈老师，好吃就好。5元20寸。这些边边里面咬的全是油，从你嘴里直接往外冒的那种。感受不到茄子肉，像在吃薯片。但说实话，不难吃。这个香菜这么老了，还不让他退休，还出来工作。稍微有点干。这个如果刚炸出来马上吃就更香了。这个我感觉是它炸老了。我感觉我咬肌都出来了。今天又是趁着稽查夜的功夫跑出来吃一顿。是谁给我的勇气穿白色的衣服录。来了，宝贝，欢迎进入休息时间，我是小太子。又出新品，比我更新快多了。
麦叔叔，快点来我们这边救救我吧！就一个肉八宝、鸡腿堡、热辣香骨鸡，还有1、2、3、4、5、6六个蛋挞，95.5。我们先看一下它的原型，上下两层好像就是大的炸鸡排，里面有凤梨、培根。就是吃那种没有汉堡皮的汉堡，咬一口凤梨，鲜嫩多汁。但是这块凤梨对我来说大可不必。但是等我这个视频发出来，非常符合他的人设，肉霸宝，不对，他的宝设。Thank you， 是谁给我的勇气穿白色的衣服录？最好吃还是蛋挞。不想说话，只想炫。鸡蛋羹太好吃了，要不要留给我弟弟吃？先吃这个再说。这个得留给我妈吃，所以嘿嘿，就再吃一个这个。为什么不做这么大的一个？还是想吃，谁让我是个好姐姐呢？嗯，忍住。